Hello，我现在在房间里取暖，等一下我们要出去吃烤全羊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烤全羊，看这个是用炭烤的，他们会在羊上面刷油。它，我有看到它油脂都会滴下来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营地，有三个帐篷。这里有一个幼稚鬼，哇 ，so good， 好幼稚啊！他们太美了，可是拍不出来。但是就是那边有夕阳，然后橙色的一块。Hello， 我们的 camping， 我们的篝火晚会开始了。现在是阿星和小龙在劈柴，烧了一点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羊排，看，这就是我准备吃。再吃可好吃了，我刚才吃了一块羊排。我也在吃羊排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天已经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，那边还能看到一点紫霞，好美。我们要干杯了，3、2、1 cheers。 好了，待会儿见，我们自己吃了，好好干饭。跳太累了，而且我笑得太嗨了，我们两个就是频繁跳在一起，太黑了，感觉好像说醉了。好，不看我，来欣赏一下帅哥们跳舞。今天的阿星也加入了。小龙已经嗨起来了，小龙跟阿星两个人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在帐篷里。文君 ，Danny， 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 ，See you guys tomorrow。对，今天换我录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君。今天我们去香格里拉了。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美女，跟镜头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我是阿双。下一位，这位副驾的帅哥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我是 Danny。那么这位开车的小哥。What's up？ 这位大哥小哥开车有点猛啊。我们现在要去采松茸，这个是我们的领路人，也是这边的老板。Justin 是什么意思？吉祥如意。哦 ，Justin 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出发吧。我们的向导走在了最前面。这边有一片隐形的蜘蛛网，我也超大一条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片树林里。老板说刚刚他找到了松茸，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下。这根，哦，松茸的根扎的都是这么深的吗？对。我们玩击鼓传花吧。可以可以，要不玩击鼓传花吧。回忆一下童年，就设定一个时间，或者放一首歌，或者放个弄个闹钟，到时间那个停在谁手上，谁就是对接受惩罚。计时1分钟，好不好？
好。小心一点啊！你前面耗时间没用，除非你耗一分钟。二一。不好意思。真的，这个质感超级好，真的。你捏一捏，你不觉得很爽吗？很解压，是不是？太爽了！干嘛？没什么，这不是一分钟长的呢。001002003004005010零幺二，你不一直从头开始在那数，快了，你快点扔出去吧。来不了，他那边小的。哈哈哈让你耗时间，跟你说不要耗时间。阿星是游戏黑洞。人生总有一些意外，猝不及防，没关系。再来大冒险吗？大冒险来吧。要不然，一边仰卧起坐一边吃西瓜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西瓜放地上。这样拿着它，过来咬着。哦，它就上来的时候才能吃到。对。哎呀，哎呀，舒服。还有，再来，我不说几秒啊。OK。然后输了的话，我们就要可以任意撕一张纸条，用双面胶往他脸上粘着。三二一，开始。